阿姨，请让嘉欣在这里休息一下。如果选择黄嘉欣，以后你就永远见不到小薰。快点说，告诉我小薰在哪里。车山鹤，你就亲手杀了小薰的妈妈。那是什么话呀？荣誉会长，那幅画里我装设了摄影机。5年没见了，高恩祖。好了，知情的根本什么都不是。 现在既然你知道我是高恩祖了，就要在知情的情况下承受了，会越来越有趣的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到8点，中天娱乐台《闺蜜的背叛》。